天主经传统版李正邦神父的，我是用 key 等于 C 麦，先给教友，这是前奏，然后大家就知道要唱这一首了。两拍的话，过门是过在第二拍后面的半拍，有听懂吗？所以它是应该 C 麦，过去是两个和弦 C 麦降 B 降 D， 是这样。好，所以那个过门 C 麦米索哆降 B 降 D 法西雷左手在雷，然后再到降一手西咪 F。拉降，拉哆发 ，G 麦起来嗦，降一米嗦西，一拍一个，降 A 米拉哆，降一起起米嗦，降 B， 然后降一起米嗦，那边有嗦吗？是吗？耶勒一样，好，我没有弹错。降一起咪嗦，降 B， 然后这边是降 A 拉哆咪，没有瑞，好，你们说没有瑞就没有瑞。后面的降 A 米拉哆，降 A 米拉哆 ，G 咪雷嗦西，好，降一嗦西咪，降 B 起雷发。最后降一手心咪 ，OK， 从头到尾再一次哦。OK， 给教友的。
36年那个Ray一直会弹出来。